就喺緊急關頭落咗嚟食早餐，差啲就嚟冇噶啦。52分落到嚟。哇！我哋10点钟嘅完噶啦，9点52分落到嚟。我呢就系我哋住嘅酒店。个重点就系原来我哋都有露台嘅，其实应该每一间都有个露台仔。我哋2楼啊，咁啱。俾你睇下，啊，靓嘅。应该间酒店都好新嘅。系咯。不过我睇过好似话唔知2015年定咩翻新过嘅。咁啊，靓咯，有只 B 仔喺度啦。咦，人想搭电，人搭想搭车。搭咩车啊？即系计第只手指公睇有冇车啊？做咩？我递我嚟啊？唔系，递对面线嗰啲。1000蚊啦。啊，呢度就系我哋琴日玩嗰个缆车嗰个啊。哇，天气好到。是不是昨天我不记得了，一夜晚看和下午看两个境界，不过都是附近的了。昨天我们在里面有一张文8899，吃了便蜜蜂，大佬皇后镇的唔知乜湖，哇好癫喎！哇，啊！哇，太多人了。哇，我哋而家去边啊？唔知啊，可以去嗰个咩Kiwi Bird 嗰度睇咯。有分都不讲，不如什么也失望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全分数没听过。我知我这样爱我，难分纵横未再过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看破。Hello， 欢迎你。是啊，是啊，好，拜拜。遇到 YouTube 的 fans。你坐不坐啊？哇 ，OK 啊。OK。好，到了。贵州特别炒饭。而家系4:47，系咩嚟噶？佢跌咗个波出嚟啊，仲要喺度踢，真系影唔到添。慢慢啊。好，1、2，过。